大概占六七十吧。全身吧，是每基本每天都是。马甲线原本一点儿，自拍的时候对着光，然后我喜欢这样，也就是手机吧，充电器，然后充电宝。最冒险的事儿啊，曾经想一个人出去旅游，但是失败了。性格，我人品不错，一个月不刮胡子，锅盖头吧，拒绝，如何拒绝？我用行动就是最好的拒绝。戏就那种角色扮演射击类的吧，或者赛车类的都可以。赢了就是嘚瑟然后炫耀，输了就是找别人身上的毛病，送他一个小猪的玩偶吧。去年反正是发，但是今年成年了不知道还发不发。但是完成的事情就是去旅行吧，好看就好。今年心愿就是希望在未来演员歌手各个方面都能表现好。当时是我们订的包房的时间到了，但是我们人又不在里面，然后我们人在外面，就在古城里面玩转，回去的时候发现就是那些行李就已经都扔在那个客栈门口那个小胡同那个街边。我当时其实就还好，因为旁边都是客栈，就随便找一家再住一下，对这件事印象并不是很深。